下面请欣赏学外语表演者高峰、栾云平。谢谢谢谢。谢谢大家，这个刚这多好是吧，改摇滚了啊，郭老师说了两段了，哎、啊、也很累，是朋友们喜欢听，我们跟您一样，嗯，也是钢丝，对，喜欢听郭德纲说相声啊，他说两段了也需要休息休息，啊，我们一上场你看就有走动的是吧，哎哎，说着这事儿呢，嘿，啊，这很正常，因为什么呢？那票上写着郭德纲相声专场，主要听郭德纲。我们呢，这属于助演，是，就是帮助他完成演出。嗯，按说专场啊，就是他休息的时候呢，场上就应该休息了。对，但是这干着多难受呢，让我们上来呀、啊，说一小段。嗯，郭德纲在后台呢，喝点水啊，歇一会儿。嗯、啊，观众朋友坐了挺长时间，也需要放松放松，也累，上个卫生间呢，抽支香烟呢，哎，这是应该的。嗯，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，就是观众上厕所、郭德纲喝水的时间。啊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多客气呀、啊，这话。啊，这是看见大家特别高兴。嗯，多伦多我们来了三次了，哎，每次见到各位乡亲们、各位朋友们呐、啊，都跟回家一样。是，真的，郭德纲相声说的好，人所共知。嗯，我们俩是好朋友。是吗？说实在的，不跟您各位客气啊。嗯，我比您还了解郭德纲。那当然了。啊，那个时候我们就在一块儿。嗯，小时候那时候都十几岁吧。哎，在一块儿说相声。从小一块玩儿，一块演出，从小一块长起来的。对，郭德纲人品差，大家都知道，是吧？这是个不争的事实。嗯，不是他差在哪儿了？差在哪儿？说话不算话。学给你什么了？你看，说好了，我们一块长起来，长半截他不长了。这种人，哎，过分，过分，太恶毒了。这现在的说相声受到亿万朋友的欢迎，都爱听。作为我们来讲啊，又是同行又是同事，哎，特别的高兴，是把相声啊整个都带动起来了，蓬勃发展啊。郭德纲相声说得好啊，收了很多徒弟，不少位，云鹤九霄，对，排这么四个字儿。嗯，云字科的呢是他头一科的徒弟。嗯，你比如说岳云鹏，嗯，张云雷，是，孔云龙，嗯，陶云胜，好，李云迪，嗯啊，这个马云是吧？赵云，你这越说越没边儿了。这不都是云字的吗？李云迪、马云的、赵云的，这都不是啊。前面那几位呢？哎，这都是郭先生的学生，得意门生啊。哎，鹤字科的张鹤伦的、郎鹤炎的、阎鹤祥啊，大家熟悉的曹鹤阳啊、鹤顶红啊，什么这个。哎，贺年片儿，哎，咱别瞎往里加呀。反正贺字科也有很多了不起的啊、嗯，下边九字科、肖字科都有好演员，是慢慢的都成长起来了，多好！都是郭德纲的徒弟，嗯，都是于谦老师的学生。对，郭德纲、于谦呐、啊，相声说的为什么这么好啊？您说，两个人下功夫，哎，经常在一块儿排练。对，到多伦多咱不提，在北京的时候。只要是每到周六他俩都在一起集合，嗯，排练相声。是在北京郊区那有个仓库，仓库，这仓库面积很小，是吗？按我们这个舞台来说吧，有十分之一这么大，不大点儿，哎，很小，这么间小屋，嗯，一张桌子两把椅子，嗯，每到周六上午十点俩人就去了，就是对词儿去，一排练就是一天。呵，那回闹笑话了，您讲一讲啊。上午十点钟去的，排练到晚上十点半还没散呢，一圈多了。为什么呢？一个新节目，哦，岁数大了记词费劲，你看累了。是郭德纲出主意，嗯，谦儿哥，你看咱俩排练一天挺不容易的，嗯，咱俩打个赌放松一下，你看敢吗？什么？于谦说，你说吧，咱怎么玩法？谦儿哥，你啊把身上衣服都脱了。于谦一听，郭德纲你要干嘛？这么多年我没看出来你跟我是一样的人，你看你先来，这不是臭鱼找烂虾吗？谦儿哥，您先等一会儿，您误会了，误会了，你先别过来，别过，好，误会了，等不了。什么意思呢？您把衣服都脱了，看你敢不敢？嗯，你出门绕咱这小仓库这小屋啊，你跑一圈。哦，你只要敢光屁股在外边跑一圈，
我给你5万块钱。五万？你看有钱人打赌，一打赌就是5万块钱。于谦一想，这地方很偏远呢、啊，嗯，郊区啊，别说摄像头，连路灯都很少。呵，这个地方根本没有人。跑一圈给5万，这小圈一分钟也用不了，挣他5万。你说的啊，跑一圈给5万啊，这就脱。于谦脱大光屁股，还挺白。叮了当啷来到门口，推开门一看呢、啊，你先等一等，一个苍蝇都没有。你先等，怎么回事？这叮了当啷什么动静啊？啊，你就甭管了，没人，没人。既然说出来，就得解释清楚了。于谦新买块手表，手表那大钢链叮了当啷的，知道吗？推开门一看，什么也没有，没人。嗯、跑，挣他5万块钱。这小圈4-6步，一分钟都没用了。嘿，回来了，跑，没出汗。嗯、郭德纲掏钱，你看着我跑了啊，这边出去的，那边回来的啊，赶紧掏钱，5万块钱。你要不给，你是傻子。这什么话？你说给不给？给吧，他也心疼。嗯，你不给吧，你答应人家了。对，你出的主意，郭德纲有主意，往回对付。这怎么对付啊？谦哥，我没想到您这么没羞没臊，你知道吗？给这么一评语。这样吧，你看，比如说，我要是光屁股跑一圈去，这个钱你还好意思要吗？拿话怼他。那意思你别要了。嗯，他往回捞一捞。是，于谦是厚道人，一琢磨，行，你跑一圈去，钱我不要了。嗯，好嘞，要你这句话。郭德纲脱大光屁股往那一搁，叮了当啷来到门口，推开门一看，也带块手表。他从来不戴手表。那这叮了当啷什么动静啊？手串，手串，你老注意这细节干嘛呀？你看，我爱听过这个。带一手串，推开门一看呢，没人。嗯，跑，来吧。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祸福。怎么意思？于谦跑一圈回来没事啊，是什么也没碰见。嗯，郭德纲出去刚跑半圈坏了。怎么了？对面来4个警察啊，拿那手电筒16节电池的，好家伙，冲着郭德纲，哎，干嘛呢？嗯，黑天半夜不睡觉光屁股跑什么呀？刚才你出了一回了，我就没理你，怎么又出来了？你全是他真事啊，朋友们，我说都负责任。他们证明侧面证明人家两个人呢、啊、特别认真，这认真对于相声艺术负责任。嗯，这是建立在排练一天了的基础上，他是想放松一下，对对不对？是郭德纲于谦相声说的确实都好。嗯啊，不好能这么火吗？那对，但是一火了之后啊，有正面的就有负面的。嗯，这没办法。不是，这负面的是什么呀？你想他火了得有10年往上了啊，刚火那阵儿，什么各大报纸啊、新闻媒体全是郭德纲，对，都报道他。这人这心里难免就有点变化，有点浮动，这很正常。膨胀。哎，他一火了以后，认识人也多了，是，社交圈跟原来就不一样了。嗯啊，原来认识的都是卖服装的呀、卖报纸的，都认识这些人。后来认识的女明星啊、女模特啊、女歌手、女导演、女个体户啊、女企业家，呵，层出不穷。嗯，人一多了，漂亮的也多了。对，郭德纲趁他媳妇旅游去，老往家带。哟，真的啊，这我跟您说，我话说话都负责任。这往家带，郭麒麟还小呢，那时候个儿比现在得矮1/3，小孩呢。嗯，但是体重跟现在一样胖。对，那还小墩墩呢，胖不伦墩，挺有意思。郭麒麟他媳妇老旅游去，老不在家，郭德纲往家领着女的。嗯，家里买新房子，大面积，在客厅里俩人搂着，跟那女的搂着。嗯，刚一搂着坏了。怎么了？屋里门开了。呵，门一开，嗯，郭德纲吓坏了，他以为他媳妇旅游回来了呢，吓坏了，这玩意儿怎么办？回头一看，放心了，看见什么了？不是他媳妇，郭麒麟。哦哦，他儿子，这搂着那女的，哎呦，宝贝儿，你怎么没上学去啊？哦，对了，我让你退的学。对，嘿，那个自己给自己埋一坑。别误会啊，别误会，你别呲咕眼，别眯糊眼，这是爸爸的朋友，朋友嘛，对吧？谁没俩朋友啊？你叫阿姨就行，爸爸跟阿姨逗着玩呢，开玩笑懂吗？逗着玩，别看这个，孩子看这玩意儿害眼，知道吗？给50块钱，出去上网去啊，打游戏去 ，CS 走。CS 呢？郭麒麟拿着50不走，看着郭德纲。你这倒霉孩子看这玩意儿干嘛？这是阿姨，爸爸跟阿姨逗着玩呢。嗯，再给50去英雄联盟走。郭麒麟拿着100块钱不走。嗯，
不错。怎么回事？你这孩子，你真是，再给100、200块钱啊！赶紧吃鸡，走吃去。啊，走，走，爸爸跟阿姨逗着玩呢。郭麒麟拿着200块钱没走，不走，不单没走，说句话，郭德纲吓一跳。他说什么了？爸爸，我不走。为什么？上次妈妈带个叔叔逗着玩，还给600呢。不是，咱说话呀，有点没边儿了。这都是真事儿，朋友们。我这人说话负责任，负责。为什么呢？上回那600块钱是我先垫上的，你知道吗？您等一会儿，您等会儿，打不走，也甭这儿开脚。怎么的？您甭听他的，这都是他编的。有这么回事吗？没这么回事。我记得有。没有？你不知道？呵，反正他们这个说相声，咱不得私生活，咱不干涉啊。相声说的确实顶呱呱，对，确实非常好啊。加上于谦老师的辅佐，嗯，于谦老师在捧哏演员当中，我认为那就是一姐，那就很了不起，真的。什么？嗯，这于老师男同志怎么给封了一个一姐呀？那你别老干涉这个，无所谓，其实无所谓，就是说的最棒的意思啊。捧哏现在绝佳，对，老先生的老前辈咱不比啊，嗯，就是当今的演员。没有超过于老师的，嗯，我就是这么认为。是，连你也算上我吗？你也超不过于谦老师。哦，于老师相声说的确实太棒了。对，啊，说学逗唱四门功课，捧哏演员来讲，人家会的最全面。嗯，水平高，那是榜样。也教过你啊？是啊，郭德纲是你师傅。对，于谦是你师娘吗？你看，在这个还是一姐是不是？于谦是你什么人？于老师是我师大爷，也是长辈吗？哎，对。郭德纲于谦是全球最有名的相声演员，嗯，这么两个人每天教他说相声，你说他有什么理由说不好啊？就是，结果还是没说好，是吧？你这我说不好，说的不错，你跟于老师比差一点，差多了，比其他人你强得多。嘿，啊，强得多。他说相声我最喜欢听。是吗？什么特点呢？嗯，风趣幽默，回味无穷。哎呦，这是他最大的优点。你评价太高了。有的人那个现场效果听着挺强烈的啊，细一琢磨没什么意思。嗯，而且前后逻辑都没关系，就瞎说，逻辑太差。嗯，哎，他这没有这问题。是吗？回味无穷。嘿，回味无穷怎么讲啊？就是您当时听他呢，可能感觉不是非常可笑。哎，别着急，等过两天呢，您就忘了。就这种境界，他不给您添任何麻烦，您知道吗？是，好，这根本就没乐呀。怎么了？我说相声观众不乐，证明我这相声不成功。再说一遍，我的相声不成功。哎，你看我就想不出来这么恰当的词儿。你看，还人自己了解自己是吧？自己给自己堵。说多少年了？说了12年了。哦，你是郭德纲的徒弟？对啊。你叫什么玩意儿？这多没有礼貌啊！你不是云鹤九霄啊？你是这哪个字儿吧？云。你是云字的？对啊。哦，叫什么呀？云云云。你叫云云云呢？这不有点把握吗？什么把握呀？你怎么称呼吧？我栾云平。蓝精灵。哦，蓝精灵啊，那是精字的是吧？你是不是没听真呢？听真了吧？你怎么说的？你是栾云平。姓什么？栾呢？姓栾。对。哦，姓栾，少数民族。啊，少数民族这个姓他老是那么蹊跷，他古怪，你知道吗？鄂伦春族吧？鄂伦春族。哦，不是。什么族啊？我汉族啊。哦，叛徒。叛徒没关系，我们不歧视叛徒啊，只要你思想转变，我们安排你当卧底。我不是叛徒。你不说你叛徒吗？我是汉族。汉族？对。不可能，汉族有姓钱的吗？你这不开玩笑吗？钱学森呢？啊，科学家。就是啊，就这么一位。说实在的，不是，等会儿，我不姓钱。嗯，我不姓钱，姓会儿钱。这个凭什么呀？你这人怎么那么较真呢？你怎么？我姓栾。姓栾。对，姓钱，这不差不多吗？差多了，都不是一个字。依着你姓什么？姓栾。姓栾。哎，咱不熟悉他这外姓，就百家姓里头没有他。百家姓不是100个啊，得400多个姓呢，都不包含他。姓栾。哎哎，嗯，包含我。包含你吗？百家姓里有姓栾的吗？啊，有啊。赵钱孙栾。赵钱孙李。对啊。周吴郑栾。周吴郑王。冯陈楚栾。冯陈楚卫。你在哪儿呢？后边啊。后边那蒋沈韩栾啊。你在哪句吧？蒋沈韩杨了呢。你在哪儿呢？后边这么4个字啊。哪4个字？宁求栾抱。有这句吗？
没有这句吧？我小时候就背过百家姓啊。怎么没这句啊？赵钱孙李，周吴郑王，冯陈楚卫，蒋沈韩杨，朱秦尤许，何吕施张，孔曹严化，金卫陶姜，姬谢邹玉，白水窦张，云苏潘葛，西万鹏郎鲁韦昌马元王花方，渔人袁柳，风暴史唐，费连岑薛雷和倪汤腾。没有你这句是哪句？宁求栾豹。哦，想起来了，当小时候背过，背有这句，宁求栾豹。对，在后头呢。有这，您就姓宁求栾豹。好，我德国人，我四个字的姓儿我。那您是？我是宁求栾豹里边那个豹啊。哦，抱歉，小豹。你呀，都给我支支糊涂了。你不是说姓豹吗？我姓栾，姓栾。对，别着急，栾老师，您老师，栾先生，您先生，栾先生贵姓？姓赵。有栾先生贵姓的吗？都是你自己说的呀。栾先生这个脑子呀，确实是慢一点，慢一点，比刚才说相声那阎鹤祥啊脑子还慢。你看他们两个猜谜语，那是假的，那是假的，节目需要。你是脑子真慢。谁通知的你？都知道，后台都知道，你外号不蠢货吗？是不是你？那不是外号啊，那是什么呀？那是小名。我跟你说小名干什么呀？你外号蠢货，大家不不，栾蠢货。你等等。你让列位评评你长这模样，我也比阎鹤祥机灵啊。这不论模样，大智若愚，大勇若怯，越那模样才机灵呢。你这模样你就像蠢货。我老蠢货，你是栾蠢货。哎，我当着朋友们，我跟郭麒麟一样，我也考考你，我考考你，看大家看看你是不是蠢货，行吗？很简单，比他那题目简单。你听着啊，一句话你就露馅。听着，海洋生物体啊，海洋生物体，说在大海当中啊，这么游动的，这是什么生物？海马。好，我是拿分了。好，行，有点意思。你看后边接着来，打我手背。大海当中这么游的，这是什么生物？水母。不对，水母这样游，对吧？咱这是这样游。章鱼。章鱼是这样。对，咱这是这样游。我还真不知道。五个海马一块游。农药。不是咱无聊不无聊啊？怎么无聊呢？你答不上来，你脑子笨，怎么无聊？这五海马，这还有一个倒着游的这。跟谁讲？我变紧点怎么样？脑子笨，五海马一块儿游？不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你这老不承认，他这个人哪？根本我也不承认，这都什么玩意儿？你为什么不承认？废话，我不能承认。行，不承认，脑子聪明行吗？脑子最聪明就你，满意了吗？满意了。你看这满意了，就得哄着，你知道吗？说相声都得讲究这个，说学逗唱，这是我们四门基本功。嗯，四门基本功，人家全不会。对，这个呢，也挺难得。怎么叫全不会？你打我干嘛？你都不懂好赖话呢，这人，这不夸你吗？哪句是夸我了？说学逗唱四门基本功，人家全不会，全不会，这不夸你吗？这都是人话吗？这都怎么不是你全不会啊？你换一字，都不会。对啊。都不会，更瓷实了。你说的全都不会，怎么会、啊？你是不是诚心的？你是不是诚心气我脑子慢呀、啊？你看还是脑子慢，都会行吗？说你说点什么小笑话、大笑话啊？说个灯谜啊？这都是说呀。对，学点天上飞的、地下跑的、水里浮的、草里跳的，这都是学。嗯，各省人说话、做小买卖的吆喝，这都得是属于学。嗯，对吧？你各位朋友，山南海北哪儿的人都有。对，这一学，我们相声演员都得掌握。嗯，学点地方的方言呢。是啊，拿我来讲，最有研究得说天津话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是天津人。那可不是吗、啊、在座的朋友们我一位也不熟悉啊。嗯，可能有天津人。哎，天津人说话有意思。是吗？天津人说话呀讲究吃字。嗯，三个字天津人一说变俩字。是吗？过去洗衣服那叫大木盆，三个字天津人一说叫大盆，大盆。哦，那木你说没有能听见一点儿。哎，你说有吧，大盆俩字、啊、含糊着。派出所叫派所。嗯，派所。过去买东西那个地方叫合作社。对，天津人一说合色啊，合色。嗯，天津劝业场五个字。是，天津人嘴里一说劝藏呀，劝藏就俩音了。你看看它有意思就在这儿了吗？嗯，还有齿音字。怎么叫齿音字？抽烟不叫抽烟，抽烟是抽烟，抽烟。我梗的。各位朋友有没有天津的朋友啊？你看还真不少，叫抽烟。喝水叫喝水。喝水
比如您上我那儿串门去了，嗯，我是天津人，我得这么接待您。是，哎呦，和大明星来了，这不云平吗？请坐，你了喝水吧。就是什么意思呢？请您喝点水。不是，您这不是喝水的意思，您这喝尿的意思。哦，你也选这个？什么叫我选这个？你那自助是怎么着啊？我有两杯水，一杯那个。啊，他也选他们都重口味，他们都是什么选？重口难调。你说其实不是喝水，喝水，你喝水吗？喝水不喝水？我不渴，喝水不渴也得喝。对，留着都给你爸爸喝。哎，反正叫喝水，齿音字，抽烟喝水。你看看，这齿天津人特点呢？是有一个词儿不好说啊，就是骑着那个自行车，这不挺好说的吗？自行车是普通话，对，到天津人嘴里说这个词啊，海底捞月这个腔，嗯，少一个牙都说不了。是啊，得兜着丹田气啊，在这儿说呀，你得上门口听去。嚯，门口还有半个音呢啊！自行车这仨字天津人说这么说，说是您注意听着啊，自行车叫整刺儿，他不好说，就在这儿。得兜着丹田少牙说不了，叫增刺儿。增刺儿说这词儿比骑自行车还累呢，不好说。研究各地的方言，各地的土语嘛，嗯嗯，说相声的全得掌握。哎，这就是您特长，是不是啊？哪儿的话咱都得有点研究。嗯，山西话，山西也有意思啊。是，比如说我山西朋友邀请您，好啊，您是北京人，我山西人，邀请您到我家做客。嗯，山西话一说您就爱听了。是啊，你是王永平吧？哎，是我呀。啊，没事到我家去吃房吧。好啊。吃房你是个大王吧？啊，他这山西人呢，一般的爱叫人小名。干嘛你？你这一嘴是不是都是炉灰渣子呀？不礼貌。我上你们家吃饭去。有道理。我大王八。什么？我大王八。我们这不准备海鲜。嗯，什么海鲜呢？大王八干嘛呀？你不是说的吗？不是，你上我家吃饭，你使那大碗吧。你不是这么说的。山西人说的呀。你上我家吃房吧。嗯。啊，吃房你是个大王八。你是个大王八。是大碗吧，你是个小王八。没意思，这人没意思啊，人身攻击，没有意思。我没说你是攻击，咱就是研究什么呢？各地有各地的方言，嗯，各地有各地的土语，它都不一样。那当然了，都有区别。是相声演员干嘛呢？专门研究这个。哎，另外来讲呢，这都属于说和学。嗯，逗呢，把大家说笑了，这叫逗啊。唱的，哟呵，好吓我一跳。咱别逗啊，哎，磕腰了啊！你看。我说的哪儿了我？这个我跟郭德纲打小一块长起来的，长半截他不长了，是吧？这个，嗯，这不是跟 iPad 一样，往回还倒倒。我忘了，不从头来吗？我说到逗了，说逗了是吧？啊，逗了，大姐逗我一下啊，吓我一跳，我以为怎么这有陷阱是怎么着呢？谁打这儿过小心点啊，这个逗啊就是什么意思呢？把大伙儿说乐喽，这叫逗。是逗笑嘛，说相声的属性嘛，就让大伙儿笑，对，让大伙儿乐啊。最后是唱太平歌词，数唱来宝。嗯，主要指这么两个方面。是太平歌词呢，要求有个好嗓子，郭德纲唱得好啊，咱就别瞎展示，一会儿等演完了那翻场你鼓掌让他给您唱。太平歌词他唱得好，嗯，数唱来宝呢，这个也了不起。哎，后来发展成快板啊，快板书啊，哎，这是新兴的艺术。是，今天这么办吧，我当着多伦多的父老乡亲，我给您唱段快板书，您爱听不爱听？谢谢朋友们。哎呵，我太高兴了。我给大伙儿唱一段，你也别闲着。我呢，咱俩来一个当场 PK。 什么意思？就是通过我给大家展示，咱俩比一个小赛。嗯，你啊猜猜我唱这是哪一段。这不用，干嘛还猜猜？因为快板段子很多。嗯，快板也流派分成，是有好多艺术流派。对啊，你因为你接触的比较晚也比较少，所以你不太熟悉，行吗？你咱打擂，你敢不敢？你接触我接触比较晚。接触你干嘛呀？我从四岁我就听快板。你说那没用，我们不相信，咱俩当场以事实为依据，以法律为准绳，好不好？听一快板书不至于法律。我在这儿我唱一段，你准不知道。你准不知道？我知道。你要真知道咱俩掉个儿，我是你儿子。你等会儿吧，
我给大伙唱一段。不是要不掉个儿呢？我是你儿子。不要开玩笑。谁没玩笑？咱别就绕的人行不行啊？别老这么客气啊！老怂奸坏这套。别老客气啊！咱来一段啊！你客气。注意听着哪段啊？叫什么来着？谁叫了没？你呀、啊？栾云平、啊。让你今儿个窝在这儿啊！还不认识我呢。听着啊，听着啊。儿啊啊！你唱不唱？我怎么唱？你拦着我，我怎么唱？废话，你打半天板，你怎么喊儿啊？我这人还爱答应。哎，我这是试试，是跟我师傅学的。我师傅说的，我师傅临死以前教给我的。打完板一喊儿啊，这准有答应的。你看，还真灵，真灵。那老人家，在天之灵，你师父也是死晚了。在天之灵，你注意听着啊！我让你精神呢、啊、集中一点。我行，我急，把这一切私心杂念都排泄出去。我行，听着啊！哪儿那么些闲话呀？21岁的小寡妇，少兴没神儿啊。思想起了奴家好命苦，我这过了门子犯了白裙儿，这个死了那个栾云皮儿。过了门子九，别唱，别唱，别唱，就到这儿，咱就到这儿。后边还一高腔呢，什么高腔？快板要高腔呢，哈去！怎么哪段？这哪段？知道哪段吗？这死了那个当家人儿。哪段？哪段？这段叫小寡妇上坟儿。行，有两下子，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你们家的事儿，你们家事儿他知道。我再来一段，再来一段，你摸不着大门。呵，再来一段，你摸不着大门。你还甭说这是哪段，不用知道说出名字来，也不用说出哪派来。你给我接上下句来，证明你有本事。行，接下句啊！我也唱两句。哎，我唱完之后一努嘴，嗯，你接出一句来。我甭努嘴，我抢着唱，还努嘴啊？我想一好的，想一个传统的段子，你听这个。不拱火吗？这不，准备啊！我说的是，高高山上有两只羊，我这个小段就这么长。来，接下来。来吧，文来，接下句。我接你奶奶个孙子！我也猜就这种结果啊，接不上来，恼羞成怒，恼羞成怒。我接你奶奶孙子，我奶奶孙子不还是我吗？你说这话有什么用？对不对？根本就没这么一段。怎么没这段？你不会，你告诉没这段。这段叫两只羊在山顶之上非常凄美的爱情故事。这段子这名字比段子字儿还多。管着吗？这是难为演员，这是难为报幕的，这是。管着吗？有这段啊？根本就没这么一段。传统小段你不行，会的少，会的还是少。他瞎编，他闭两边的。会的还是少。那会的少。这是传统的基本功，说相声的都得会，有的会的好点，有的会的差一点，但是都得学过，都得掌握，对不对？你说相声的不能光是上来之后没正形，然后给人瞎拿人开玩笑，那是其次，也得有正文。这话同意吗？嗯，你就是那没正文的。没法聊了啊，跟他没法聊了啊！我说的没错啊，你说出一点你高的地儿，我服你的地儿。你哪儿都你都得服啊，你这都得服啊，对吗？什么叫对吧？你这凭什么你不服啊？咱俩这交情，大家不了解，我们俩这关系比较密切，有的朋友知道，有的朋友您不太熟悉，对吧？对吧？不是，你等会儿，我们俩这关系非常密切。咱俩什么关系就密切了？朋友们不知道，今天得了，到多伦多了，都是父老乡亲，衣食父母，出去你也别说去啊！我跟您各位介绍一下，我是他爸爸。你推我干嘛？的干儿子，没说清楚，我是他爸爸的干儿子。你半截你推我干嘛你？
没说完，对对不对？对不对？你看看，他是我儿子，没听说的干爹。我媳妇儿是他妈的干闺女，他妈是我媳妇儿的干娘。这个你死不死啊你？干嘛你？你说话不会断句儿是怎么着啊？我这人气息比较短。你气息短，你老是长辈。咱就说的没错，你不拦着我没错啊。你当着朋友们，你说我是不是你爸爸？你又来了的干爹。是啊。啊。谢谢。谢谢大家，哎呀，一会儿我请客吃炒菜面，怎么样？就是这是怂奸坏这套啊，就是证明我们有交情，关系特别好。关系既然好的话，我对你来说我不保守啊，我会什么我都愿意教给你。为什么呢？刚才正要说这个问题，你来到多伦多演出，跟在北京三里屯啊什么那个湖广会馆演出不一样啊。截然不一样，当然这儿远。为什么呢？你走在大街上啊，到公园里头，经常看见外国人，你想跟人聊天，想跟人聊聊这个加拿大怎么回事啊，聊不了，语言不通畅，对不对？是，这承认吗？承认。不会说外语，哪有说相声不会说外国话的呀？说相声怎么就得会外国话呀？说相声的都得会说外国话呀？不是穷矫情吗？这都得研究啊。你过去没关系，过去老在国内演出，现在这个海外市场打开了，是观众朋友们都是中国人居多。你要到马路上那个经常聊聊天，你商场买个东西问个价啊，问打折不打折，有没有优惠啊，你说不出来呀、啊、对不对啊？尤其这退税、啊、哎，你得学点外语，学点外语有好处，是有好处。我也跟我师傅问，他还没退呢，他不会，没人。我不会没关系啊，我教给你，我教给你好吗？你谁教给谁呀、啊？你就净这种语言，我教给你，你会明确，你会外国话呀？啊，不会，我能教给你吗？不是，你会哪国？无偿，不要钱，无偿啊，不要钱啊！不是，你会哪国话？哪国话都会啊，对不对？英语、德语、西班牙语、日语，哪国话？地图上只要有的，我就敢说，我就敢说。我四年前我就敢说。嗯，你怎么说呀？就瞎说呗。你瞎说不行，人家听不懂啊。瞎说不行，我跟人对答如流啊，对答如流是吗？哎，学不学吧，学不学吧？我得知道你哪国话，你稍微拿手一点啊。都拿手啊，啊，你想学哪个，我教你哪个，好不好？是吧？想学哪个教哪个。我就英语这最英语行，我教你英语。嗯，哪有说相声不会说英语的？又来这理论了。整个相声界一共多少人我不知道啊，我观察过，我也考察过，说相声的好多人都会说英语，但是有的好点，有的差点。嗯、我不敢说我英语说的最好。别人说的最好，我调查过英语说相声的演员当中，英语说的最好的谁？有一位，这是大山。人那个英语说实在的，不是纯加拿大口音是吧？他老拿这绕你，人大山就这人，废话，这人，你倒霉模样，这人，人家大山是哪人啊？这是加拿大人。加拿大人，加拿大人能把中国话说这么好，那不也是外语吗？对不对？他外语说的不错呀，中国话说多好啊，比你说的好，对不对？是人家说人学相声可不说中国话吗？对呀、啊，你学外语啊，我教你说英语，大家都会说英语，英语先学好22个字母，是吧？行了行了，第二步呢？行了，咱就是找外国人。行了，咱下课吧，咱们。嗯，咱下课吧，我不学了。为什么呀？你这字母这字数都不对呀、啊！我听他们说26个字母啊。我说多少？你说22个呀？应该多少？26个呀。反正不到30嘛，对不对啊？他这凑合。30来个字母吧，反正你学的时候呢，我先学22个字母，然后再学4个字母，我是这意思。你知道吗？这大山都不这么说话。学完了字母呢，就是这个音标，国际音标，简称叫国标，然后在华尔兹、恰恰、伦巴。怎么又改舞蹈课？学到钢管你就毕业了。我不学那个，我形体更差，我告诉你吧、我就是这英语你行不行？音标啊，音标完了就是 grammar 语法呀，然后把积累单词，你背单词，弄那个句型那 sentence， 不就给人对话去吗？对吧？这不就这过程吗？对吧？你字母能背下几个来啊？字母我还会唱这歌呢。字母阿波茨特格佛哥，我这套吗？这还是那微信这套，这是字母音音字母会背26字母能说下来吗？这怎么说不下来啊？能说呢？这课咱跳过了啊，保证对吗？保证对吗？大强，
打嘟噜不打嘟噜吧？哎，行，不打嘟噜。这课咱略过了，咱就是从我摸摸你底吧。我先我看你掌握什么程度啊？单词，单词，我说你给我翻译啊。啊？我说中文，你给我翻译成英文啊？看对不对啊？很简单，你这愣头磕脑的，别害怕，别，小孩都会，幼儿园小朋友都会，很基础的。苹果，你这难吗？这个苹果怎么说 ？Apple， 你看这怎么能叫傻子呢？就是不是？谁给我封的傻子呀？我给你封的呀，我给你封的。哎呀，行，不算了，苹果，苹果，哎，橘子，橙子 ，orange， 行，有两下子，有两，香蕉 ，banana， 好好，桃不会，理直气壮，理直气壮，桃哦，一个字儿的翻译不了，桃子，嗯。香蕉苹果橘子俩字儿的他敢翻，这一个字儿他紧张。桃子，对对对，大桃我也不会说，这不是字数，什么九宝绿化九不是那事儿。嘛意思？就不这桃我就不会说，不会说没关系，我教给你啊，我一教你不就会了吗？你倒教啊，记得住吗？你不教我能记得住吗？注意听啊，桃叫吃 peach， 是不是？他英文就是倒装的，不小心装反了，你知道吗？跟装电池似的，老装反了。Peach， 咱到哪儿吃什么呀 ？Peach， 再来。Peach， 哎，行，这有两下子，有点基础，有点基，你是不是有俄罗斯血统啊？有点吗？是啊，经常出口，出国。谁有俄罗斯血统啊？我看你对外语比较熟悉，俄罗斯不好说。我会个 orange， 会个 banana， 我就俄罗斯血统了，我就。你不刚学这，我这一教就会。行了行了，一教就再学。桃怎么说？什么桃来着？你看又来了，怎么说？叫 peach。哎，好，行。冰箱，这不是水果。我用你告诉我吗？你老在那个 fruit 那范围里想，没有，这不是水果。冰箱跳出来，家电。加上电器类的，冰箱，别紧张，你能想起来，我相信你。Please translate the Chinese word 冰箱 into English。不是。louder。Keep silent。你别干扰他思路。不，这个不是你给我搁山东一礼拜，我会山东话了，这不是那事儿。那是嘛事儿啊？我这不会，不会我教给你，不会你别嚷嚷啊，谦虚点，我教给你啊。冰箱叫 fridge。简单不简单？我还真是头一回听这词儿。So easy 吧？嗯。你看 ，so easy， fridge， please read after me， fridge。我也多学一词也有用，是不是？ Please read after me。嗯。Fridge。Don't worry。哎呦。Fridge。Follow me。Fridge。行行，老师，我、哎、您刚才说哪个是冰箱来着呀？他这每回这答案他不一样，你太笨了，太笨了，你这人到底是普利斯是还是对董德巴瑞是冰箱啊？这不得告诉你好几遍了吗？我告诉你，告诉好遍不一样啊，一样一样，注意听着啊，冰箱叫 fridge。 啊，行行，来 fridge。 好，你看看这多有基础啊，冰箱叫 fridge。 你要不添乱我早说下来了。冰箱还有一种说法。怎么还有一种说法啊？还有，这是八开门的，八开门大冰箱啊，没有八开门冰箱，您说这是太平间。你说你这人呢，刚出来三天就想家了，你说这人。我这解冻来了，我这儿。您不谦虚呢，我告诉您，有的有多功能大冰箱嘛。我没见过八开门的冰箱。你没见过，大衣柜才俩开门。你没见过多了，那开个门里边还小门呢，对不对？是啊，太平间就这样啊。注意听着啊，冰箱叫Refrigerator， please read after me. Refrigerator， 这我知道了，这长这个是不是？啊，对呀、啊，大呀，多功能的。嗯，俩电源。Refrigerator， 不对不对，人笑话你了，您重音不对。嗯、Refrigerator，Refrigerator、嗯。行行，邯郸学步啊，就这意思吧。行了，凑合。冰箱 fridge refrigerator， 还老词叫 refrigeratory， 这都淘汰了，这词儿，这都淘汰了，淘汰。但是这说这词儿啊，正好赶上这词儿了吧？
赶上这词儿了啊，这是啊，这词儿有点特点。嗯，这是英式英语啊，跟美式英语啊，这有很大区别。这还不一样？当然不一样了。你比如说吧，英式英语说出来啊，它的舌头根子发硬，嗯，没有那个儿化音，中国话叫儿化音，人家英国人一说叫 refrigerate， 都这么说，对吧？你看，靠后，声音靠后。美国人一说的轻松俏皮，叫 refrigerator， 它有点意思，它这是区别嘛。英国人穿着那个衣服都是西服啊，绅士风度，穿着西服底裤衩下边凉鞋是吧？戴一草帽啊，那好看吗？那个哪点哪方面不好看？哪方面都不好看。西服怎么不好看啊？西服配草帽、裤衩、凉鞋，您这是卖鱼的？他录音，那时候录音照不着模样。英国人给人一讲话一演讲都是绅士风度。英国人 ，Hello everybody， good evening， ladies and 乡亲们，行 ，My name is Peter。Peter， 咱别说了 ，Peter。啊，怎么了？哎、不是您这乡亲们什么意思呀？乡亲们什么意思呀？不明白吗？啊，乡亲们很好理解，乡亲们就是原来跟我是一个村的，你知道吗？后来呀，他呀就搬到城里啊，卖豆腐呀，卖豆芽儿。我呢？我没让你这儿解词。你不问乡亲什么意思吗？我说你这外国话里边有一乡亲们，你要给气的。你那意思我明白了，就是英语当中怎么出现一个中国词“乡亲们”，这是怎么回事吗？这怎么解释？说错了，行吗？允许不允许？允许吗？太棒了！你看看，说错了吗？说错，咱改过来啊 ，Ladies and gentlemen， 女士们、先生们 ，Lady L A D Y， 女士吗？复数就把 y 去掉变成 ies， 就是一帮老娘们儿，对不对啊？这没错嘛，你看这老师现在都什么素质？我跟你说，这素质怎么了？有错吗？一帮老娘们儿啊！我觉得你这就好不了。我跟你说，学怎么样？记住几个词儿？老娘们儿啊！老娘们儿，这就老娘们儿英语怎么说？老娘们儿是老娘们儿。让你学英语，没让你学土话。老娘们这不会啊？老娘们英语，老娘们怎么说呀？我看那厕所那写着 woman， 是不是老娘们的意思？行，甭管怎么说吧，有点收获就行。那当然，这是潜移默化对你的熏陶，是吧？熏陶出一老娘们。英语课咱暂且告一段落了啊，这就下课了。接下来别下课，别休息，别休息，改体育了。别休息，我这还等着呢。还有其他课程，借这个机会呢，再教你点别的。好，教你我最拿手的吧。您说吧。说的最好的，说的最流利，最拿手的，得说是那个法国发。哎呀，教你法国发，我感觉你吃头发了。嗯，哎呀，不礼貌，男人开心。哎，我吃那玩意儿干嘛？法国话。哎，法国话。法国发。法国话。法国话。我不跟你较劲。法国话。法国发。法国话。法国发。法国话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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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法语，对，法语，就是法语，行吗？这样好，非逼我说简称，我不爱说简称，这是简称吗？中国话我老绕得不清楚，就是说法国话，对吧？法国话，法语吧，法语我说的比较流利。朋友们，好几千人啊，我一位我也不认识啊。肯定有会法语的，因为我也会法，因为我经常去法国。嚯，法国非常美丽、非常浪漫的一个国家。我在法国首都巴西，我在那儿待了七个多月。瞧瞧这，法国是法国，巴西是巴西，法国这俩地儿我都去过。你巴西我也去过，巴西 Brazil 吗？巴西人的足球桑巴风格我很喜欢。嗯，我喜欢看巴西人踢足球。还有别的吗？还有杨宝森的红洋洞。哎，我喜欢这两种形式，是吧？我这是没介绍清楚。法国巴西我都常去啊。法国首都当然不是巴西。对，法国首都是巴格达。不对，法国首都是巴基斯，法国首都是巴布巴布，不，法国首都是比巴布。法国首都巴呢？法国首都是巴黎，巴厘岛。对，咱别加字儿行不行？法，咱就俩字，巴黎。哪俩字？巴黎，巴黎。法国首都嘛，我对中文翻译的始终是不太感兴趣。这是不会感兴趣吗？他翻的，他不见得接近人家那个。他再翻也翻不出巴西来。过去那韩国首都叫汉城，后来改首尔，就因为翻译的当初没翻译好，对吧？你这个他翻译的不如人家原来那个词儿。反正我在法国首都我待很长时间，法国首都那是巴黎是吧？
有个塔吗？对，标志啊，大家都知道啊，有个塔，大雁塔吗？对吧？我在大雁塔那附近租了一半地下。行了，嗯，大雁塔呀，在西安。这剧场不让吸烟啊，吸烟您到外面去。我想让你到外面去。我上外边干嘛去？哎，西安呀、啊，啊，那儿有一塔叫大雁塔啊。我是法国那塔比那塔还有名的，国际有名那个塔叫什么塔？好几个字儿我得倒倒，叫这个叫埃及金字塔。对，埃及，我在里边当过法老，你知道吗？我想让你们一家都是法老，搂着游客照个相啊，15块钱两张。办卡的话呢，您先交我8万块钱，你甭管了。啊、是，你是甭管了。啊、不，嗯、不是你等。就是埃，你不说埃及金字塔，我也去过。埃及金字塔在埃及、啊。我去过，对不对？有一狮身人面像吗？我跟照过相吗？我这都去过。不是，法国那塔叫埃菲尔蛋塔。埃菲尔蛋塔。你又饿了是不是？啊啊，是。埃菲尔铁。铁桶。铁塔。铁塔，奥利弗铁塔。你这前面对了后边又错了。不是，我不是这意思，不是诚心捣乱啊，朋友们，这也是翻译的，我不知道当初哪位老翻译家给翻译的，叫埃菲尔铁塔，他每个地儿翻译的不一样。你怎么翻译？有时候埃利弗尔铁塔，有时候奥利弗尔铁，有时候埃利芬的铁塔，它不一样，它老是它变，你知道吗？咱就俩字，铁塔，好不好？铁塔，我在巴黎那儿住铁塔区吗？铁塔区吗？有这么个区吗？怎么没有啊？那铁塔就是铁塔区，凯旋门就玄门区吗？巴黎圣母院那叫母院区，母院区，我给你搁母猪区去，那儿不行，那房价太高。反正几个区我都住过，我在巴黎吧，生活很愉快，很愉快，也可以说。后来回国了，回到国内呢，那天早上起来揉揉眼睛，揉揉眼睛，我就想起来巴黎早晨起来的生活的点滴。我什么也没干啊，我先写了一篇小文章，巴黎的早晨，巴黎的早晨，我就说说吧，说说吧。巴黎的一些生活呀、市井啊、民俗啊、热闹繁华的景象啊，我说说这个。嗯啊，我写好了，写完挺长时间，准备发表在咱们多伦多妇女杂志社上。啊，哪位您认识这副社长？您跟我联络一下。有这么个杂志吗？没有，可以办一个吗？哈，就因为你这个文章啊，创刊号。哈，先印他100万。不，你等会儿。巴黎的早晨，哎、你在这儿背诵这巴黎的早晨怎么样？在哪儿背诵啊？这儿啊，在这儿不能背诵。怎么了？你看，你要求我背诵巴黎早晨，好几千朋友一个鼓掌的都没有，你说怎么背诵？是，谢谢朋友们，哎、谢谢朋友们，这鼓掌了就更不能背诵了。怎么了？你要下来的掌声多没面子。不是你到点儿你背不背？背诵。朋友们，我先托付托付啊，好几千位，刚才我问就有说会法语的，法语这个东西啊，它比这个英语啊还复杂，是还不好说，因为它涉及面稍微窄一点，嗯，但是也算大语种了。对，法语呢比较复杂啊，我如果我说的过程当中呢，哪个语法修辞呢，逻辑啊、时态啊不太准确，希望各位懂法语的朋友，希望您千万别管。别不让人管呢，你别着急啊，私底下给我提意见啊，您当时一喊我害臊是吧？他还知道害臊。我注意啊，我念一念啊。你懂法语吗？我不懂，一句都不懂啊。一句不懂那就好办了啊，好办了啊。怎么又要骗是吧？我慢点说呀，不懂你注意听着啊，法语啊，巴黎的早晨啊。 Tant que bon morning I think bonjour foi but men be hello do with some you to buyFor a morning, doing some nabbing the hat, just see my being more, just more, such a blade, you teach a part for the Dutch. 完了完了，朋友们啊，结束 ，the end， 结束 ，over 了，那听傻了。不是我以为哪儿跑电了，你背这。这是第一自然段，第一，当然后边还有很多很多喽，咱就不一一列举了。怎么样，受感动了吗？不是，有点赵忠祥那感觉吗？赵忠祥也会法语吗？不是，就是朗诵。赵忠祥，白雪皑皑覆盖大地，就是朗诵，对吧？冬去春来，棕熊又到了他们的发情期，就那种感觉。我别你学这个学那个，学发情，我不用不那不用学那个啊。不是，就我还来这什么吧？法语，没问题。我说的不错，早晨这个，哎，巴黎的说的比较流利。先学这法语，流利不流利？流利，哎，流利。刘丽，哎，嗯，这一句教教我怎么样？是，可以，好不好？八句，那叫法写，是吧？行、啊，您注意听着啊。嗯、头一句啊，同样是 drink the morning， 说呀，多简，完了，啊 ，too simple 吧，完了，这叫同样是 drink the morning，
too simple。 嗯，他是在模拟。对，您别对付行吗？ Too simple。 你这句没用，这不是法语，这是英语，这是英语。他是在模拟，手是这样的哈。哎，对，是吧？他是在宝宝的，净学着表面现象，这都没有用，啊、没有用。来，你再来。好，他是在本模拟。他是在宝宝的。你跑这奏乐来了？不对，你再慢一点吧。慢一点，注意听着啊。他是在本模拟。你看懂法语的都乐了。我找着这技巧了。找着了吧？他是说 good morning。good morning 干嘛 ？good morning 还是英语？他是说 good morning。你再慢点吧。还慢点？嗯。再慢点，法国人就不懂了。没关系。连不成句了，连不成。注意听着啊，慢点啊，同志们，如果你不忙呢？这法语我听着那么耳熟啊。不喜欢耳熟，怎么？别说耳熟、啊，就是法语，就是这味儿，就是这味儿。法语老爷就这味儿。不忙呢？同志，如果不忙呢？对，这是法语。哎，你慢下来，马上学会了。这是法语，就是法语。到法国人说，人家好，说的不错。好，早上说中语。对，来第二句呢？还是听过包括佛爷。再慢点。还是听过包括佛爷。再慢点吧。还是听过包括佛爷。再慢点，还是听我把话发呀、哦、还是听我把话发。哎，后边发话就是法语了。哎，咱听法语第三句。Why don't you baby have a little bit？ 多像。嗯，像他老爷像，多像法国人说的。怎么着 ？Why don't you baby have a little bit？ 怎么着 ？Why don't you baby have a little bit？ 再这么。我是每天必须喝老豆腐。他是每天必须喝老豆腐。哎，了解我。后边呢 ？Shopping you to buy。行了，这您都说出来了，这个烧木油条。对，呵，你这多机灵。这 buy 什么意思？就那摆着嘛。哦，烧饼油条 buy。我以为这是法语呢。嗯，后边难点啊，这句啊 ，for 也很 morning。什么 ？for 也很 morning。别看短啊，难点。没。for 也很 morning。我还是不懂。for 也很 morning。什么？服务员是很忙的。这个人哎。服务员还急了，就等于告诉他了。服务员很忙的，服务员很忙的。哎，后边呢？端着烧饼，拿着饼在喊。端着烧饼，拿着饼在喊。对，喊喊什么呢？这是谁买的饼？这是谁买的饼？我说这是我。嗯、仨烧饼俩油条。嘿，最后一句吃完了，盘碗都拿去吧。不是，这连着说是法语吗？跟法语一样。你连着说。同事说很忙的，还听过包括佛爷，我这没的别有喝了豆腐什么，有的包括佛爷很忙的，端着烧饼拿饼在喊，这是谁买的饼？我这是我仨烧饼俩油条，吃完盘碗都拿去。对着。